汤吼，叫咱本尊过江吼，啊，咱这苏罗花种地主来，大家食饱汤熬粥吼。那么阳间敬神的平安夜，啊，来我来准时七点要来个开宴哦。来，喜气洋洋，龙时吉利，啊，来准来播中余真综艺传播晚间节目节目开演。圣经大殿，所有好朋友，那么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严格的非常欢喜，每团有这个机会，会当在此呢，就是跟你们三个结缘，三个五路，喜气洋洋，龙时吉利，也是咱大中华民国，那么咱108年度农历的四月初八日，也是咱龙时吉利吼。那么严格地址所在，啊，咱的全台平安记，啊，要跟恭祝，恭祝咱的中大万岁，咱的太子爷公，以及恭祝咱的六房天上星庙老姑婆，以及咱的六房天上星庙少年姑婆，六祝新春，圣诞千秋千千秋，万寿无疆，圣圣是无大汉的事。同时，严格地址所在，啊，嘛来个祈求，祈求咱的空调无损，国泰民安，事万工商，事事如意。祝咱每一圣诞节的好朋友，来个这个所在，啊，个来六祝新春，大家参拜都登去，会当求财有财，求利有利，名利双收，大家拢做得来个大赚钱。也感谢咱坐坐苏罗花上地主，那么严格地无少得咱时间的宝贵吼。那么第一百万当中半价公里，啊，咱差不多咧严格的收费。那讲人卡价有赔，大姐人卡价，我哩大家参拜做登去，会当哪来哪好价，哪赚会当个在哪有价。啊，人讲拜拜有信心，乌土一定来个变成金。拜拜有诚意，啊，咱的刘总先生嘛，甲苏罗宝贝咱这罗花上地主，大家参拜做登去，家家户户大大小小。男女老幼，大家当心事事成，万事拢总会当真如意。家庭美满常常开，事业成功会当大发财，好运福气拢总会当年年来哦。那么 AM 间精神的节目，贝团也是来传来播中吼，咱的余真综艺传播。那每个人贝团看出，咱撇除啊，阿叔来个来领导，同时有这机会在此直接跟民共同互动，也要来感谢咱 AM 间吼，咱感慨之余，咱来请出董事长，咱来请出代表吼。啊，因为咱 AM 间咱来请出董事长吼，啊，咱的风名非常的多，啊，直接呢，若咱报上唔对的吼，啊，这样麻烦到咱这个朋友吼，啊，来咱的舞台前舞台。家头前面家，啊，甲小妹妹指教一下吼。来，首先伫遮要来感谢咱的院长，咱的新中龙院长，伊感谢咱的主委颜友福主委，以及感谢咱的理事长，咱的陈冠如理事长，以及咱的副主委谢英钦副主委，要来感谢咱的名誉主委，咱的林一准吼，咱的林一准，以及咱的理事长、理董事长李庆昌，也要来感谢咱的地主刘德波，以及咱的地主。五寨团苏董事长，咱的苏文哉，以及咱洪董事长洪金土代表，洪董事长洪金土代表，洪董事长咱的洪祖文代表，吴董事长咱的吴庆昌代表，吴董事长吴金池代表，吴董事长吴俊田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祖凯代表，陈董事长咱的陈小涵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雅婷代表，王董事长咱的王耀德代表，张董事长咱的张进兵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祖明代表，吴董事长咱的吴明杰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秀碧代表，何董事长咱的何怡萱代表，啊，咱的林董事长咱的林玉山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维仪代表，啊，王董事长咱的王进雄代表，王董事长咱的王威武代表，张董事长咱的张进忠代表，林董事长林宏庆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祖平代表，吴董事长吴家弟代表，吴董事长吴尚辉代表，啊，咱的林董事长咱的林维富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雅文代表，以及咱张董事长张秀丽代表。哎啦，感谢啊！感谢咱的吴董事长吼，咱的吴丕贤代表，吴董事长我们的吴秉承代表，陈董事长陈坤弟代表，陈董
姓陈家雄代表，咱的土董事长涂俊芬代表，担当市长咱的陈水扬代表，林董事长林清良代表，林董事长林祖超代表，贵董事长贵专一代表，林董事长林秀珍代表，甘董事长甘妙山代表，叶董事长咱的柯董事长柯金叶代表，陈董事长陈英武代表，咱的李董事长李子晴代表，陈董事长咱的陈亮恒代表，柯董事长咱的柯秀英代表，王董事长咱的王湘琪代表，啊，今日张董事长张秀华代表，吴董事长咱的吴冠业代表，陈董事长陈明桥代表，陈董事长陈俊良代表，李董事长李阿满代表，张董事长咱的张子林代表，林董事长林文婷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祖富代表，老董事长咱的老义军代表，以及张董事长张英忠代表，也感谢着咱王董事长王淑惠代表，啊，以及咱谢董事长咱的谢本云代表，谢董事长咱的谢冠敏代表，谢董事长谢明觉代表，谢董事长咱的谢明峰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启江代表，林董事长林信杰代表，林董事长咱的林东华代表，张董事长张秀清代表，张董事长咱的张英良代表，张董事长张秀芳代表，谢董事长谢正贤代表，林董事长林启文代表，张董事长张淑芳代表，谢董事长咱的谢志荣代表，张董事长张英志代表，谢董事长谢白燕代表，谢董事长谢明玉代表，以及咱林董事长林新发代表，一同在这所在带动着咱全家好，大大细细恭祝着咱中大元帅太子爷公，六房天上圣庙老五伯，六房天上圣庙少年五伯，以及咱的刘将神尊圣诞千秋大好日子，再度来个祈求咱刘将神尊。时时刻刻巡回，来个保着咱眼间所干白钱，咱来请主董事长，会当穿好布、皮好路，步步拢总会当有贵人来相助，会当达到赚钱好时机，达到赚钱好地步，做事业拢总会当来个赚钱比山高哦吼！非常感谢，谢谢你。来，那么咱眼间精彩个直播就准备来开演，咱过好情场，马后好阿婆，介绍到后边面上加辛苦，咱来孟老师。来自咱保中余生一百空讲座的魔幻风格学大乐队。